中方真是同秘鲁传统友好，赞赏秘鲁国会将每年2月1日确定为中秘友谊日，看好双方广阔的合作前景，愿同秘方一道努力，推动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儿，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。这次访问期间，我和总统女士将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。这是中秘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又一成功项目。中方愿同秘方一道，以前凯港为起点，打造中拉陆海新通道，连通印加古道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，为秘鲁乃至广大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开辟共同繁荣的幸福之路。